龙胆花的话语含义是哀伤、忧伤的泥。龙胆花的根部特别苦涩，能够让人想起忧伤的感觉。据说植物是龙胆变成的，所以才叫龙胆花。龙胆花能够起到清热解毒的作用，还可以促进胃酸分泌，使人食欲增强，对高血压等病症也能起到治疗作用。龙胆花的花语含义有着爱上忧伤的你的含义。龙胆花的根部特别苦涩，就如同龙胆一般，所以它才因此而得名。人们一般不喜欢苦涩的味道，因为会让人有忧伤的情绪。龙胆花表示爱上了一个喜欢多愁善感的人。传说在古代，有一名叫做易小角的人，他有一天走在路上的时候，看到一只兔子在挖草根。他问兔子挖草根的原因，兔子说这主人生病了，需要这个来治病。后来兔子主人吃了之后，病果然好了。原来这种植物是龙胆炼成的，所以才叫龙胆花。龙胆花是一种药用价值很高的植物，它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，泡茶喝可以起到清热解毒的作用。龙胆花的汁液可以促进胃酸分泌，能够让人食欲增强。另外，它对高血压和头晕耳鸣的病症起到治疗作用。